姐姐赢了。不是，不是。这。牛虻大胜利。夸我。夸你行，我谢谢你。果然动脑就是最强。既然时空标尺记录完成，崎岖特工这次时空起点你们就自个儿玩吧。救命啊。狗德比冷静，那是电影了。别狗德比的，这本喵才想问呢，战争不好，明明谁都懂，可也没见停止过啊，喵。不仅没有，随着炸药升级，战争的惨烈程度也呈几何级上升。喵，崎岖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喵，没有怪事，这不按套路呀。总之，先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崎岖出击。青青，这次的时空起点，我呀！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9世纪瑞典化学家诺贝尔所研发的现代炸药的原点——硝化甘油炸药。根据资料，炸药从诞生开始就被广泛运用在采矿、修路等自然改造，以及科学研究、工业建设、军事战争等各个领域。我的。飞的对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炸药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一环。飞的哥哥的飞的哥飞的喵，炸药没了更好，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。不行不行，嘟嘟，你这样的话不就和柠檬博士干一样的事情了吗？德哥飞德哥，凯奇刚才都说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德飞哥不会飞的，嘟嘟，炸药的危害诺贝尔一定最清楚，该不该存在，我想你一定能从他那找到答案的。嘟嘟，那好，我们去找诺贝尔吧。时间飞船，崎岖变形。1863年，炸药的研究导致多次爆炸事故，为了民众安全，诺贝尔只能选择在偏僻的郊外进行实验。得个得，拜托，那么危险还要研究，这不证明炸药超重要吗？怎么了？是附近的矿洞发生坍塌，而且塌方原因还是炸药误爆。这都是因为炸药。葛德比，不，这妥妥的是坏柠檬在搞鬼吧？资料比对，塌方是正常历史，和蒙查查无关。什么？葛德比，快来人呐！洞里还有人没救出来，诺贝尔先生还在里头呢。诺贝尔在里面。他来找我们，是想让我们像他一样，永远别再接触炸药。诺贝尔要放弃？麻烦也不是坏蛋弄的，神喵个神喵！糟了，矿洞要二次坍塌了！我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。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不是的，诺贝尔先生，是我们。这边也堵住了吗？没事，还有别的出口。哎咻！情况好像很不妙哎！生命反应还在更里面。娘，不会吧！前面有矿车。
生命反应在左侧通道。啊哦，过了。哎，什么？哎，凯奇，这边就交给我们吧。飞灯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有人吗？我们在这儿。快，快！诺贝尔先生为了救我，被困住了。诺贝尔先生，我们这就来救你。不，这随时会崩塌，你们走吧。这是未来那些因战争绝望的人给我的惩罚。未来，是蒙查查。这个世界不需要炸药。这。全是因为我。都是炸药坏坏，未来才有可怕的战争。怎么会？我的研究被用于战争，成为伤害生命、毁灭文明的武器。炸药只会带来痛苦和不幸，就和愚蠢的我一起消失吧。加油，马上就能出去了。你怎么样了？糟了，贝里他的冠心病发作了。这嘟嘟，我的，完蛋，本喵也不懂啊。那边，对了，小伙赶紧用炸药。小喵，危险，光气追踪。只要控制好分量，少量硝化甘油可以缓解心绞痛。成了，格维德，格维德，没想到啊，硝化甘油还能这么用。不知道凯奇那边怎么样了？百变重锤。火枪，通天火箭拳连续发射。为什么？要是引发崩塌，你们可就完了。因为不想告诉你，诺贝尔先生，你错了。对，您知道吗，诺贝尔先生，您可是我们全体矿工的恩人。对，说的没错，这片矿区岩盘非常不稳。要是没有炸药，只靠人力挖掘，那我们可老早就被坍塌活埋了。这次意外错不在炸药，是我们大意导致的。大叔，本喵也都看到了，就算是危险的硝化甘油也能救人。没错，炸药没有好坏，一切都看我们怎么去使用。炸药没有好坏。根据分析，二次崩塌开始了。快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。怎么办？艾尔，召唤鲸鱼战车吧。分析，这里地质脆弱，
不行，强行钻洞会造成大面积崩塌。我们再找找，或许还有别的出路。还有办法，先割破那边的矿城带。那是，懂了，交给我吧。通天金刚拳。快上矿车！大块头，用刚刚那招把矿车顶起来。收到，我去了。瞧好了，这就是我的炸药。是粉红炸药。最后一步，轰开它。好，火箭拳，奇趣爆发，发射。哟呼，炸药也是能救人的。全靠你们，我总算明白了，我该做的不是否定炸药，而是让它变成推进文明的正能量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是该怎么做呢？我都想好了，我要设立一个奖项，颁给正确对待发明、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，他就叫做诺贝尔奖。你们怎么都知道？嘿嘿，这是秘密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什么情况？糊了，再拍。这次拍的不错。好，来大合照吧。别拿那板子拍我们了。对啊，你提醒我了，这才是大合照，来拍吧。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已经确认了时空起点，这次被干扰的是照相机。照相机危险，我保存的磁盘照应该没了。闪电猫怎么了？别管我，没有磁盘照的喵声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的磁盘照。那不管你了。这次的关键时刻，1839年，达盖尔成功发明了照相机，其中在照相机技术的推广上还有另外一个大功臣。他就是当时的高卢伯爵，因为对达盖尔拍摄的照片十分满意，他下令推广，让照相机得以快速传播和发展，这才成为人们记录生活的最佳工具。简单来说，这次任务就是帮助达盖尔拍出让目标满意的照片。出发吧。喵，要你们别管我，还真的不管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法兰西科学院到了。这盖着的都是什么面？根据分析，这些是历代伯爵的画像，现任伯爵征集全国画家，就是为了帮他画出最好的一幅画像。本喵倒要看看画的有多好。把他们关起来。本喵错了。
大人饶命啊！不要啊！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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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命啊！画个画而已，用得着关起来那么严重吗？啊！这人长得挺有创意的。嘟嘟，那人是你家的亲戚吗？嘴巴长得一样妙。大人，我这幅画包您满意。哇，画得好帅。滚起来。大人，再给多一次机会吧。我一定把您画得超级无敌帅。饶命啊。这都不满意。大人对帅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。还有谁画好了吗？回禀大人，还有一个。没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达盖尔的什么照片，等处理好就会呈上，请您稍等。可以的，不过要是不能让我满意，必须加倍惩罚。可是就是秒都画得这么帅了，而照相机只能拍出真实画面。不用担心，我有美颜功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要说服达盖尔美化照片就行了。我们出发吧。达盖尔老师，您就让我帮忙美化吧。其他的画家都被关起来了，如果您把照片就这样交上去。我发明照相机是为了真实的呈现世界，不需要美化。你走吧。根据资料，那是达盖尔的助手。连助手都劝不动，怎么办？有了。饶命喵，放过我吧喵。请问是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意思？长官的意思是这个画家把魔学画得太丑了。我们奉命严惩他。牢房满人了，现在要征用这里。行行。喵，求求你们放过小喵吧。疼死喵了。呼吸不了了。来人，继续。不动。不美化伯爵的下场。一定要美化。等等，既然这样，成了，秒。可乐，打扰了，再见。嘟嘟，贝哥。关章鱼，贝哥的。柠檬，贝哥的。取景范围和合成光线击中的东西会强行粘在一起，持续一段时间。完全不懂。大家小心。解说艾滋，叽叽叽。粘住了。懂了。还懂？蒙查查要抢的照片了。马上到手。
逆转光枪，不好意思啦，让你白爬一趟。步击射击射击，然后什么大合照。查查取景自拍强制位移的瞬间，嘟嘟解除变身，使得取景失败，然后趁蒙查查迷惑之时，凯奇完成最后一击。还分析，赶紧走吧。照片美化完成。哇，好帅！这照片可以交给伯爵了。谢谢，但我不会把美化的照片交给任何人。什么？什么？但是你之前明明说，这就是不美化伯爵的下场。一定要美化。等等，既然这样，我更不能改变真实呈现世界的初衷。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忙。真实的话会被关起来的呀。既然照相机是达盖尔先生发明的，他应该有足够的信心才做这样的决定吧。陛下请稍等。行，我等。不过要是不能让我满意，你还有你们就做好在牢房里待一辈子的准备吧。神经猫，要不你去把照片抢回来吧。已经晚了。完了，要被抓去坐牢了。做得非常好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我没听错吧。这群人的脸长得一模一样，是批发的吗？这都是各位先祖为了追求完美自欺欺人。然而我认为真实才是最完美，我要把你的照相机技术推广到全世界。谢大人。切，白忙活一场，原来是我们搞错了。还不都是因为你。别在意细节嘛，好伙伴就要有锅一起扛嘛。又到时间了，提取特工。别插个话题。3、2、1，茄子。可以了，进展顺利。好，这片海域能给珍稀海洋生物提供很好的保育环境呢。对呀，这里污染又少，水质还很好。摄影师，那边。那边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美人鱼！海洋专家意外拍摄到疑似美人鱼出没的视频，我能证明美人鱼真实存在。哇，竟然真的有美人鱼！会不会像童话里说的一样漂亮呢？切，漂亮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吃。海洋专家意外拍摄到疑似美人鱼出没的视频，我能证明美人鱼真实存在。美人鱼？如果把他捉回马戏团，嘿嘿。
我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了，就等美人鱼。哇，陷阱捕捉到东西了。美人鱼，美人鱼，来吧来吧，快上来吧。嘿嘿，疼疼，我皮都要被刮破了，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啊，在海里放了那么多渔网。看这神奇的鱼尾，班主，听着动人的声音，这次马戏团一定你想太多了，班主先生。你一条鱼也敢打我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就。你好，彤彤。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原来是个误会，其实这件事嘛，说来话长。完成了极速鱼尾型腰带，有了这条腰带就可以突破人体游泳速度的极限了。哎，皮蛋，把腰带穿上。干嘛要我穿？穿上它，每天去海里和鲫鱼比赛，游上个十来回。我要收集实验数据。事情就是这样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命苦？每天还要在海里游十个来回，虽说见到了不少神奇的海洋生物，但真是太累了。我抓你这么个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等等，你刚才说神奇的海洋生物？对啊，深海里有超多会发光的鱼呢。这条鱼尾腰带，我的这条鱼尾腰带游泳速度飞快，而且穿脱方便哦。嘿，那快把腰带交出来，不然对你不干。博士，腰带被强盗抢走了，再也不用做实验了，真是太棒了。有了这条腰带，我就可以轻松捕捉那些神奇的海洋生物，然后回马戏团举办神奇海洋生物展啦。最近海洋有大量珍稀生物神秘失踪，专家认为是人为猎捕所致。珍稀海洋生物是海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大量减少会影响海洋生态平衡。比咕比咕嘟，嘟嘟说的对，美人鱼可能也会有危险呢。那我们赶紧出发，保卫海洋，不怕强敌。骑士出击！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迅捷闪动，启动。变身！猛猛的出手，用超能力绕地球。下去变猫，变身！我就是力大无穷，化成真鱼，大危机。齐全的团队，解决危机的强者。一次特工队，出发！有发现，可比兔。哦，不见了。一定就是这家伙在四处猎捕。这是美人鱼，居然在猎捕海洋珍稀生物。嘿嘿，
美人鱼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坏事呢？奇趣特工，你们又想破坏我的好事吗？不是美人鱼长得像班主，是班主在假扮美人鱼。班主先生，大量猎捕珍稀海洋生物会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的，你还假扮美人鱼，我的童年回忆都要被你蒙上阴影了。他游泳的速度怎么这么快？哦，根据分析，他穿上的鱼尾型腰带装有高速芯片。哦，怪不得呢。艾尔，我们也加速追上去吧。收到。哇，想用这么多泡泡困住我？咦，没这么容易呢。我闪，我躲，我闪。嘿啊！有本事追上来呀！哈哈，中计了吧？我真是智慧过人啊！班主先生，你太小看我们了。艾尔，启动蟹钳模式。收到，蟹钳模式。竟然可以这样，哼，我还可以逃跑啊。哎，这边这边，嘿嘿，这边，哎，进不来了吧。根本就是作弊，作弊！奇鱼，快来保护我！给我教训他们！嘿嘿，又中计了吧？我都要被自己的聪明才智给吓到呢！潜艇损坏了，那我们出去再想办法吧。嘟嘟嘟比，有本事来捉我呀！光镜追踪，我都忘了我在水里使不出光镜追踪。你以后就别叫闪电猫了。通天捕手发射。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。大家小心，接下来为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吧。什么情况？怪我！这好像是美人鱼。快放开我！这也太丑了吧！你说谁丑？快放开我！我是人，我是人。他会说人话，还想骗我们他是人，太可怕了！会说人话的骗子美人鱼，不能轻易放他走，一定要交给专家处理。这个时候就应该找那个人性交博士。人？什么情况？班主美人鱼被抓走喽，暂时不用担心他来捣乱喽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来了来了，谁呀？人在下面。哎呦！
谁把你害成了这样？我的激素鱼尾型腰带。这个，是皮蛋把腰带借给我了。我是来还腰带的。皮蛋。